你不能不知道的关于前列腺炎八大疑问解答。疑问一，慢性前列腺炎有哪些症状？答疑一，慢性前列腺炎又称慢性骨盆疼痛综合征，所以顾名思义，其以下大腿上三分之一区域反复的隐痛，不是都可归结为慢性前列腺炎的症状。慢性前列腺炎可以表现为下腹部、腹股沟区、阴茎、阴囊、肛门、大腿上三分之一的坠胀不适。亦可表现为与泌尿系感染及前列腺增生无关的尿频、尿急、排尿不适感，还有部分患者表现为晨起的尿道口低白、尿道口分泌物增多。疑问二，慢性前列腺炎如何诊断？需要做哪些检查？答疑二，慢性前列腺炎主要是临床诊断，通过大夫对患者的临床表现及病史长度做出诊断。但在诊断前，需要做尿常规和泌尿系 B 超，排除其他疾病。既往常用的前列腺液检查，目前并不常规推荐用于前列腺炎的诊断中。疑问三，前列腺炎一定需要治疗吗？答疑三，前列腺炎主要是对患者的生活质量产生困扰，只有少部分特别严重的前列腺炎会导致回浴的发生。因此，理论上前列腺炎并非一定需要治疗，主要取决于患者个人的耐受程度和对生活质量的要求。疑问四，前列腺炎属于性病吗？性伴侣需要治疗吗？答疑四，前列腺炎不是性病，可以正常进行性生活，性伴侣不需要治疗。疑问五，前列腺炎如何治疗？答疑五。
前列腺炎的治疗主要是调节生活方式。包括五点。第一，戒烟酒辛辣及自行车。第二，少开车，坐的时间每小时不建议超过40分钟，多运动，多锻炼身体。第三，避免紧张、焦虑、抑郁等负面情绪，早起早睡，避免贪黑熬夜，避免从事压力大的工作。第四，避免感冒，多游泳，多洗温泉，有助于改善局部循环。对于没有生育要求的患者，可以经常热水坐浴。第五，每周至少有1至2次的性生活或者手淫。疑问六，前列腺炎可以选择药物治疗吗？答疑六，前列腺炎一般不建议药物治疗，但若患者主观症状较重，想迫切改善，或者生活方式调节改善不理想，则可以考虑进行药物治疗。疑问七，选择药物治疗的话，应该如何用药呢？答疑七，一般建议抗生素、改善尿路症状药物、止痛药三种联合使用。我个人经验，抗生素选择黎霉素胺丁三醇散、美满胶囊；改善尿路症状药物选择哈乐或可多华；止痛药选择西月宝或银朵美辛酸。后面两类药物根据患者有无相关症状进行选择。疑问八，网上说前列腺炎分有菌性和无菌性的，所以一定要用抗生素吗？答疑八，目前我的经验是，如果患者已用药物进行治疗，均建议采用抗生素治疗，鉴别是否有菌，临床意义有限。疑问一，慢性前列腺炎有哪些症状？
达尼医。慢性前列腺炎又称慢性骨盆疼痛综合征，所以顾名思义，其以下大腿上三分之一区域反复的隐痛，不是都可归结为慢性前列腺炎的症状。慢性前列腺炎可以表现为下腹部、腹股沟区、阴茎、阴囊、肛门、大腿上三分之一的坠胀不适。亦可表现为与泌尿系感染及前列腺增生无关的尿频、尿急、排尿不适感，还有部分患者表现为晨起的尿道口低白、尿道口分泌物增多。疑问二：慢性前列腺炎如何诊断？需要做哪些检查？答疑二：慢性前列腺炎主要是临床诊断，通过大夫对患者的临床表现及病史长度作出诊断。但在诊断前，需要做尿常规和泌尿系 B 超，排除其他疾病。既往常用的前列腺液检查，目前并不常规推荐用于前列腺炎的诊断中。疑问三：前列腺炎一定需要治疗吗？答疑三：前列腺炎主要是对患者的生活质量产生困扰，只有少部分特别严重的前列腺炎会导致回语的发生。因此，理论上前列腺炎并非一定需要治疗，主要取决于患者个人的耐受程度和对生活质量的要求。疑问四：前列腺炎属于性病吗？性伴侣需要治疗吗？答疑四：前列腺炎不是性病，可以正常进行性生活，性伴侣不需要治疗。疑问五：前列腺炎如何治疗？答疑五：前列腺炎的治疗主要是调节生活方式。包括五点。
第一，戒烟酒辛辣及自行车。第二，少开车，坐的时间每小时不建议超过40分钟，多运动，多锻炼身体。第三，避免紧张、焦虑、抑郁等负面情绪，早起早睡，避免贪黑熬夜，避免从事压力大的工作。第四，避免感冒，多游泳，多洗温泉，有助于改善局部循环。对于没有生育要求的患者，可以经常热水坐浴。第五，每周至少有一至两次的性生活或者手淫。疑问六，前列腺炎可以选择药物治疗吗？答疑六，前列腺炎一般不建议药物治疗，但若患者主观症状较重，想迫切改善，或者生活方式调节改善不理想，则可以考虑进行药物治疗。疑问七，选择药物治疗的话，应该如何用药呢？答疑七，一般建议抗生素、改善尿路症状药物、止痛药三种联合使用。我个人经验，抗生素选择黎霉素胺丁三醇散、美满胶囊；改善尿路症状药物选择哈乐或可多华；止痛药选择西月宝或野朵美辛酸。后面两类药物根据患者有无相关症状进行选择。疑问八，网上说前列腺炎分有菌性和无菌性的，所以一定要用抗生素吗？答疑八，目前我的经验是，如果患者已用药物进行治疗，均建议采用抗生素治疗，鉴别是否有菌，临床意义有限。